州，惊人的对手即将出现。胆小我要知道他服了什么药。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，就像带走每条河流。我等你等你都等了，将将等个被本心磨难。而星光六越战越勇，将拿出参赛以来的最佳表现应战。你唱的有爆发力，唱的非常好，蛮出乎我意料之外，和谐度是蛮好的。他怎么可以把张国荣的经典歌曲唱得像他自己的名作那样的感觉？你觉得这个歌怎么唱得这么好？一追再追，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，用它来装什么？用它来种什么？别让我的真心分得山山。没有丝毫退缩，力拼到最后一秒的踢馆赛，敬请期待。超级星光大道每周晚间十点准时开唱。中视夜线新闻。